哎妈，攒扳机的时候一下课了都像疯子似的，来给那个书本往那一推就开始了，一家来不好使，完了查错了，都拿起来了，好这回来真奇了，行，厉害呀，哎呀妈，这个全是坑，哎呀妈，手机厉害一下全起完了，我手比你手大多了，这玩意不用大小啊，我看看你手，我手大，手多，哎呀妈，张雷小手，我手小是吧，张雷手真小，他就比我长了一点儿，嗯，张雷手真小，你不像把那小手应该真长，哎呀仔，你看哦，你看我就像个男的，挺好啊，这会儿大姑做的盘菜哟，吸血吗？这不这谁又回来了，这吸血吗？难道呀，这道菜赶饭店做的，看看像不像。这边我妈做的鸡腿，炸鸡腿，这里白糖，老醋，这个是做的，就是盘菜，白糖，还得搁点芝麻。我没这么吃过，饭店我也好像很少见过呀。是我饭店下手了吗？不是，咱们这就是新书是一出，自创的做法呗。嗯，糖有点没怎么化。行，挺好。苦瓜里面那个是苦的，是吗？这都整个都苦，这反正这羊更苦。哦，这样的话就。你们羊就不要了，羊也不要，羊吃不了。是在外面买的肉吗？嗯。那个挺好啊。嗯，江县。小花，你就都让我都切吗？你就先切，切看看。这不用买了吗？不行，得扣盘。哦哦哦。嗯。这样碗太大不好扣。吓人了，我看这大碗太吓人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下确实不少，就是这么大一碗，看着现在就想来一口，现在最想要吃了。嗯，姐，对，你要炒啥？放那瓜片儿。对，瓜片儿，搁点盐啊，这是。嗯，再搁点盐。这我妈又自创了一个什么吃法呀？炸鸡腿。啊，新的炸鸡腿方法呗。用那个鸡蛋清，嗯，里面有那个蛋黄吗？有，也有，嗯，然后裹上面包糠，面包屑，面包屑，嗯，还有粉面呢，嗯，就成这样了，一会儿再下锅炸一下，嗯，不知道是味道如何，肯定好吃，啊，什么？肯定好吃，肯定好吃啊，什么口啊是？我整的咸的。咸的，咸口，嗯，吃鸡蛋挺好。这是苦瓜煎蛋，嗯，直接把佐料都整在一起，嗯，下锅一煎就行了。对，开始炸这鸡块了。我先来一个啊，嗯，里面是咸的，外面是甜的，咸蛋也正好。外酥里嫩，真是外酥里嫩。搁点蒜泥来，偷完糊忘了吧，然后吃点热拌一下就可以了，哦。越来越像样了，自创的吗？对。这就是懒人做法不拌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懒人的做法，我不用拌凉菜，切完之后自己拌。啊，明白了。
这个是刚炒好的蜂蛹，这又好了一道鸡蛋，苦瓜鸡蛋。这最后一道菜也好了，今天一共是六道菜，让大家看看有没有食欲，都是一些家常小菜。今天中午又要吃撑了呀。然后大雷现在准备去接一位粉丝朋友，然后他呢不想出镜，我就不拍他了。好，我是大雷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记得点下关注，谢谢。